薄皮小包子，粉丝肉馅的，皮超级薄，你看，荠菜鸡蛋。韭菜鸡蛋、荠菜鸡蛋、香辣粉丝肉的，你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的。29.9块两包，直接冷水上锅蒸个大概8分钟左右。不需要解冻。真的是皮薄馅多，先吃这个薄皮小包子，这个被蒸烂了。韭菜鸡蛋跟荠菜鸡蛋呢？皮非常薄，馅多。收到货之后不需要解冻，直接冷水上锅蒸5分钟，焖2分钟就可以了。特别适合你们家里有小朋友的，早上起来不想做饭，就蒸几分钟就做好了。好吃，主要是这样子的，拜拜。韭菜盒子，自己煎的这个韭菜盒子，这个韭菜盒子可以空气炸锅，然后可以电饼铛、平底锅煎都可以。一包就这样的，一包里面有6个，
配料表里面的话呢，就是一些调味料跟这个食材，没有添加剂跟防腐剂的。拜拜。先吃南昌拌粉，我这个就是一份的量。就直接把粉冷水下锅煮软了之后直接凉拌就可以了，这款味道特别好。好吃的。